哎呦，前面好像有一艘那个哦。哎，有人着火，有人着。船要爆炸了。不会，哎，还是你要，甚至你要，还是你要开那个跟着我们，以后搞不好可以用得到。哎，对，后面搞不好可以支援。哇，又来一个，哇。哇哦！哦超猛的。哎，小心。对，靠左边一点。有，他来了。不行吗？这个应该不用助跑吧？直接冲上来看看。对啊，那台应该是可以的。我们要放弃我们的那个了吗？哦，有了，好，走。哎，我要助跑。哎，对，可以坐两个人呢。哎，我坐这里。你坐哪里呀？那我根本没位置坐啊。这位置有点怪怪。哎呦，等下，前面这个路有点要小心哦。左边哪里？哎，右边那个才帅啊！右边。再重新后退一点。对，右边的。这个屌了！史上第一人。这个水量不够。对，没有，我们后面有那个资源在 ，OK 的。OK， 可以 push 对我们。他等下 push 我们就可以了。你这水不科学。哎，这完全不是问题哎！你看那个水花，跟那个水好像不成正比啊。吃得到水吗？不行，我们要需要那个支援一下，抛弃队友、啊，卡在很门关的，超不科学的啦，你看，超不科学的。这个船，我觉得这个船不是吃水是吃沙，整个水陆两用我们疯癫了，老板，我们到底，这已经没水了，没水，好，我们回去另外一条路好了，这条探索过了。有小红来了，能介意我去刷个牙吗？我刚喝牛奶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超乖的你。给我三分钟。超屌的，完全不是问题啊。站卡住了，退一下。现在要去哪？往另外一个航道前进。啊！我起火了，我船起火了。快走，等下爆炸了！走。我船起火了，你们快走！大家快跟上！哦，这个要是找粉丝，大家一起挤在这里，不知道会有多欢乐。我觉得会看一堆尸体耶，滚来滚去。我想一下，如果我们退回去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往哪里走？